的生活给你的困难，或者是你的职业给你的困难。这些困难它是当时对我来说挺大，但是我还是没有放弃音乐。我叫罐子，我是冷静乐队主创。在机场上班的时候，就是看着那些陌生的人来来往往，他们可能来这个城市去见他自己想见的人，也有可能是冲进下一个城市去经历一段故事。机场雷雨。以前我是在机场工作，双流机场，然后是做修飞机的工作，在别人看来可能是比较高大上的，但是，其实它是一个很辛苦的行当，尤其上夜班的时候非常辛苦，它会把我内心最柔软的那一部分会抹掉。直到我觉得有一天可以了，我就辞掉了在别人以为看来哈特别好的一个工作，然后就去做酒吧做乐队。喝点水，我们晚上跆拳道方法，爱收一段文字，是空气中夹杂的诗人，还是立交桥下走过的风？每座城都有一个名字，每个人都有一段往事。这就是这个水塔，以前我们和朋友经常来这玩，爬在上面弹琴喝酒聊天。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了。
觉得孤单，正好坐车上可以拍一点。我不能够离开，我不能不能。妈妈上班去了，上班挣钱。告别修飞机三年了，有时候还是挺想。那时候想没有像现在脑子里有这么多事情，你就站在机坪上，人很单纯，没有现在这么多事情，上班就是工作，下了班什么都不用管，单纯在作祟，单纯了就容易快乐。喜欢这里，我的一个朋友之前也住在这儿，我和他在这儿玩了好几年的音乐，那时候我也在机场上班。后来他说这里要拆了，要搬家，我就过去帮他搬家。他说他要离开成都的那天晚上，我就在机场工作。我指挥着飞机推出，然后向机组挥手再见的时候，我感觉像自己在挥手告别他和我自己的青春。就到现在，我都会经常过来看一看。我很爱我的女儿，但是她的出现也预示着我的青春即将告一段落。其实想想，我比那些北漂要好一些，跟他们住地下室的故事相比，我简直太安逸了。是一个很温柔的城市。六点半出发，沿途山路让我沉醉，风吹过车窗，拨动头发。车里的音乐让景色如诗如画，绵延公路漫长，村落人家忙。陌生中，大雨将你吞下。